殘酷二選一之默契大考驗，長定係短？好感動啊！跟住同有啲好。唔好意思，我是安格斯，今天就是久违的游戏系列啦。安格斯呢最近的片呢不是追星就是 talk time， 不是 talk time 就是 vlog， 好久都没有跟大家玩游戏啦。对上一次玩游戏呢就是跟卿姐啦，就玩这个唇语大挑战，如果大家未看就记得按回右上角看啦。今天呢我们呢就邀请了第二位的嘉宾啦，这位嘉宾呢跟安格斯呢已经是相识了很久啦，可以说是一个好 friend 好 friend 好 friend嘅一个 friend。 今日我哋邀请咗 Skyla 姐。Konbanwa， 大家好，我系 Skyla。今日好高兴又嚟到安格斯嘅 channel。冇错啦，咁咧佢就系一个好时常出现喺安格斯 channel 度嘅一个女人。冇错啦，咁就正如头先所讲啦，安格斯同 Skyla 咧已经相识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啦，所以今日咧就要同佢玩一个残酷二选一之默契大考验。咁阵间咧就会有两个答案去俾我哋选择啦，咁究竟我哋会唔会选择出同一个答案呢？而呢条片又会唔会令到我哋两个嘅友谊破裂呢？咁大家就记得睇落去啦。咁咧我哋就事不宜迟。即刻开始啦 ，Go！ 好啦，咁喺开始之前，我就要好感谢一位仁兄啦。呢位仁兄亦都系好老时常出现喺我 channel 度噶。咁今日咧又系要多谢黄浩谦先生啦，为我哋提出呢一啲嘅题目啦。好啦，咁我哋就真系开始啦。好，咁首先就系第一题：好有钱但系超样衰，定系好靓仔但系超级穷？三二一，好靓仔但系好穷。我哋嘅默契系一致噶。我想讲咧，有钱咧系唔代表一切噶。个样先系重点。Oh my god， 我估唔到我哋第一题就默契咁好啦。下一题 ，Touch ID 定系 Face ID？ 三二一 ，Touch ID。我哋嘅默契系继续保持住噶。好，我要讲样嘢，佢而家疫情咁样 ，Face ID 虽然系有一个 Mask Face ID 呢样嘢，但我都系觉得好唔惯，佢会盗取我哋俊俏美女嘅样。咁我觉得 Touch ID 好啲。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觉得即系 Touch ID 咁样，哇！即刻解锁呢种感觉系劲爽。你 Face ID 我真系试过咧 ，detect 咗十几廿次咧，佢都系 detect 唔到个样咯。即系最尾我系要自己打密码咯，所以真系强烈要求 Apple 出翻一部有 Touch ID 嘅电话。好，下一题，黑色定系白色？三二一，白色。Oh my god！ 我以为你会讲黑色。吓，我中意白色多啲。我觉得黑色太黑啦。黑色太黑，你个咩？即系同埋各方面咧，安格斯都希望系白色啲啦，例如系间房啦、肤色啦。啊，不过我 iPad 电话同相机同埋我部电脑都系黑色噶。好，我哋唔好纠结呢个问题。好，咁我哋就下一题，饭定系面 ？OK， 三二一，面。我想講安格斯咧係勁中意食面咯。我 Skyla 本人係極度厭惡白飯呢樣嘢，但係炒飯呢樣嘢有另外一個計法。面嘅話，你嚼一聲咁樣食咗入口都咁樣好方便，明唔明啊？明唔明啊？係啦，我想問大家明唔明白 Skyla 講乜？如果大家明白嘅話，喺留言同我講。好，下一題，天空公司定係個人 YouTube？ 哇，呢條題目好尖鋭喎，真係。三二一，天空公司。我想讲梗系揀天空公司啦。我身为天空公司嘅创办人，我有呢个咁样嘅艺人，我感到好荣幸，好感动啊！好，下一题，咁呢啲题目咧就会更加尖锐啲嘅，长定系短？黄浩谦喺度出紧啲乜嘢题目啊？我想问。三二。一段，我想问你指嘅系边方面？我想讲，我指嘅系头发啊。安格斯点解会拣短？系因为安格斯中意短头发，就系咁简单，完全系冇任何黄色思想去谂呢条题目噶。等下先，冇人讲过系有关黄色思想喎。我系喺度预防紧一啲有呢啲思想嘅人，系啊，冇其他意思嘅，系啊，冇其他意思嘅。我哋下一题，大定系唔
大，三二一大。嗱，安格斯讲大系指戴眼镜啊，因为安格斯如果唔戴眼镜嘅话咧，就好核突，同埋系指戴口罩，因为而家防疫时期系真系好需要戴口罩噶，大家记得要注意个人卫生，同埋记得出街要戴口罩。我拣大，大 con， 我会戴口罩，我会戴糖出街。我想讲咧，呢一个戴咧同大糖嘅戴咧，唔系同一个字嚟噶，大糖个戴咧系呢一个字，并唔系呢一个字啊。我话系就系啊，野蛮嘅女人。好，下一条，多定系少？三二一，多。嗱，安格斯讲嘅多咧，系代表多钱，冇人会想少啲钱噶嘛。咁样，我系多第一多钱啊，第二多衫，第三多朋友。下一题，见到自己偶像真人，但系就要永久封闭个人 channel， 定系频道大红大紫，但系以后都见唔到自己嘅偶像真人？三二一，见到到大红大紫，冇办法噶，我呢啲得一百几订阅呢啲，我唔 care， 我见到 idol 先系重点嘅。安格斯咧就唔会好似 Skyla 谂得咁空泛嘅，安格斯谂嘢就好贴切嘅。我都好贴切嘅，我呢个系关乎未来嘅，我嘅人生大事。channel 大红大紫都系关乎我嘅未来嘅，好，我哋下一题开始有啲火药味啦。好，咁跟住以下嚟嘅环节咧，就系、是、一米高特登为我哋预备嘅默契大挑战 Mira 篇。咁我哋就开始啦。Mira 篇嘅第一题 ，Anson Low 定系姜涛？三二一 ，Anson Low。我想讲点解我会拣 Anson Low 咧，并唔系因为我唔中意姜涛，姜涛永远都系喺我心目中 number one， 系因为我知道 Skyla 中意 Anson Low 多啲。咁为咗我哋两个嘅答案一致咧，咁我咪讲咗 Anson Low 咯。Anson Low 因为本人喜爱跳舞，姜涛都识跳舞噶。你知唔知两个嘅分别系咩 ？Anson Low 跳舞系好有力，姜涛有啲好轻飘飘睇落去。嗱，我相信 Skyla 讲呢番说话咧系冇恶意嘅，所以请各位姜涛唔好闹 Skyla。本人发言。唔代表本 channel 嘅立场。系啦，希望各位观众唔好闹 Skyla， 佢冇恶意噶。好啦，咁咪就下一题啦。Ian 定系 Eden？ 三二一 ，Eden。如果大家有睇我1500第 Q&A 咧，我都讲过啦，我 Mira 嘅排名头三位就系姜涛啦、Anson Low 同 Eden 啦。咁 Eden 同 Ian 相比下咧，咁我系中意 Eden 多啲嘅。Eden 嘅话咧，佢唱歌好听，因为我俾佢嗰首 E 先生圈粉，仲有因为系同我优风泽合作。呢度有一个优风泽嘅 fans。好啦，咁今日咧我哋预备嘅题目咧，咁就全部都完成晒啦。咁呢条片可以证明到同 Skyla 嘅默契都啱几好啦。友情仲喺度，友情仲未破裂 ，OK， 只不过系头先有少火药味啫。好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谢 Skyla 咧，咁就上咗我 channel 度同我玩游戏啦。咁大家就记得要订阅 Skyla 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记得要 follow Skyla 嘅 IG。我就嚟150订阅啦，150订阅我有 Q&A 啊。咁如果大家想睇安格斯玩乜嘢游戏嘅话咧，咁就欢迎大家喺 comment 同我讲啦。好啦，咁大家咧就记得要订阅翻我嘅 channel， 同埋记得要 follow 我 IG， 咁 long long。出上面就会通知你噶啦，我哋逢星期五出片，我哋下段 video 再见，拜拜。